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。为这，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，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。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，长在你必经的路旁，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儿，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。当你走近，请你细听，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。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，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，朋友啊，那不是花瓣，那是我。